Hello， 欢迎来到 YouTube 圈，我是小伟。今天我们要开的是美版的一些礼盒，那这次有这个铁盒、玉山家，那还有剩下另外一个玉山家的在考你的频道，然后还有这个可爱的伊布，还有一个大硬币，然后一个红豆三博士的一个牛奶盒。铁盒的话是两个都是喜翠的，一个是橘色素销，然后一个是大剑果。我先从橘色素销开始。OK， 里面的话就是一张橘色素销的卡片。哇，酷酷的！哇，现在卡片用夹子夹的方法，然后后面还有序号卡，序号卡一起在这里。好了，上套。然后后面的话是卡包，有这一弹的，也有上一弹的。哇，还有很老以前的卡包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另外开。这是橘色速销的。哦，喜翠大剑鬼真的很好看哎。先开。橘色速销的这边的卡包好了，这边的话有好几弹的东西耶，新弹留在后面。我们先开旧的东西，耿鬼，白色的，白色，又来了又来了，他叫什么？大力二，序号掉出来了，好像有边哎，是 V 卡，哦哟。哦，喷火龙哎！哦，喷火龙！哇，各位，哎，美版喷火龙很难开，真的假的？超难开的，很帅哎，黑的，黑的，黑的，好像有东西，有东西哦，有东西，有东西。可爱的草一步，对啊，后面是什么？哦，橘色速销，刚好开到不同图。不同图哎、欸，真假的、啊？图不一样。为什么它图不一样？台版是一样的吧？所以 POMO 的哎、欸，那个卡图外面的是异图的、欸，不一样的卡图哎，这、欸、个不一样，这比较好看。我怎么觉得那个卡包看得到的比较好看？对啊，我也这样觉得，怎么办呢？好，也有东西、欸，太运气太好了，天啊，运气爆棚 ！SR， 哇，群花小姐。哦哦SR 群和小姐，哎、欸，超多宝可梦在上面的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居然看到 SR， 哎、欸，你看这张有歪吗？还蛮正的，还蛮正的。哎、欸，这张好看哎、欸，我就是这样几车开的东西啊，啊，又是歪的。哎、欸，速销的东西开的比较好哎、欸，哇，歪的啦，没有天天过的、啊、哦，有就不错了。苹果龙。CHR 哦也不错啊 ，CHR 是白的，白的有 CHR， 嗯，白的可以啦，有苹果龙，耶、yeah, ，好，是我们礼盒开到的东西，有小闪，后面两个是礼盒原本就有附的卡，然后它是异图，可是我觉得卡包能够开到的图比较好看，卡包能开到的速销真的比较好看，OK， 接下来开什么？伊布的这个。这边的话一样是三爆卡包，哎、欸，都是这一弹的，都是这一弹的，嗯，都是这一弹的，就是美版现在当弹，然后序号卡哦，开了一部，美版的内闪都做得很有特色，还有序号卡，这边的话还有个硬币，超大的一部脸，来个金卡吧，来个速销吧，黑色的金卡，金卡，你说美版的金卡吗？我没有开过啊，有没有？是白色的，Vista Vista， 啊，哎呦，太，好想看看他们的金卡哦，好难吃哦，这包粘的特别紧，是不是有东西？这个是白的，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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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边呢？边是黑的，没边。哦，就是黑的，这么多，就是黑的，有啦，有东西了，有东西了，有东西。听说全脸都黑了。C H R， 后面还有一张，后面还有一张 V 卡啊，宝石海星，再来是最后一个红豆三博士的牛奶盒，所以要像开立乐屋那样开吗？可以啊，哦，还蛮好开的。等一下，这类似玉组的东西吧？这不会是现开赛的东西吧？
知道，上一个这种是玛丽的。哎呦，哎，等等，看到这个亮的，这中毒这个质感还不错哎，可是它收边有点糟糕，中毒的指示物，那这应该是烧伤的哦。哦，中毒跟烧伤指示物，这边还有一个大的，哎，大的是红豆三博士，对。红豆三博士硬币，然后说什么呢？还有骰子，绿色骰子，有点绿哦，都绿绿的，都是绿的，对，好绿。这边的话卡套是红豆三博士，天哪，这一定长爆啊！后面的话是序号，再的话是红豆三博士的普卡，小闪的话有三张，哦，他给那么多张哦，后面那个全图哎，还可以全图哦，全图红豆三博士。超美的，这张卡片还蛮正的。再来的话是卡盒，哎，里面是卡包哎，我以为里面是散装的什么卡料之类的。哎，这好好看哦。对啊，红豆三博士的卡盒来喽。最紧张的时候，真每一单都有哎。来，各位，第一包闪电鸟。闪电鸟会看到什么？闪电鸟。闪电。哦，白色的。啊，内闪。哎、欸，你的大灯风哎。大灯风。完蛋。啊。没录到，哭出来。就泪目。来喽，阿尔宙斯哦。哎、欸，等下后面还有一个那个，混着一包盖诺赛克特。黑色的，黑色的，黑色的。哎、欸，你看开始没边了是怎样？哎、欸，金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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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假的？金卡，金卡。我刚刚已经看到了。哦，真的。就金卡地哭出来、欸。没有，我看到好像是能量之类的。哇、哦，金火能呢？天哪、啊！我第一次看到金能量，天哪！哎，国际版的能量超贵，我知道。哇哇哇！哎，今天看到这张就可以了，我可以回家了，我走得出去了。你自己路上小心。太扯了吧！金火能呢？哇！哎，又是黑的，来哦，再来哦。又有东西，是 V 卡哦，这边点点呢。店内的 CHR，、哎、好，今天看到他，超可爱的啦！国外超爱这一张的，真的、哦。嗯，还有一个扎马兰特，扎马兰斗，超好的。来来来，这两个要先开什么？喷火龙。那我决定他喷火龙。我就说，他们给人哇，白色的，没东西啊，这一只大而已，穿着配配的大而已。最后一包了，我们的 ending， 这已经很高潮了。哇，白色，可以了啦，我觉得今天开这样子哦，竹篮呢，竹篮的外闪，哇，各位，我觉得今天开的超好。你回去真的要小心，小心个屁啦！好，这是我们刚这个红豆三博士的牛奶盒看到的东西。金火能噔噔，还有个点点呢，还有个藏马兰特。好，天哪，我今天超会开，真的太夸张了。好，如果喜欢电影片的话，就是点喜欢，如果想观看更多 PC 去开箱的话，别忘订阅我，那下期再见，拜拜。